家好，我是 Adam 曾学忠，我接受 NBA 中国的邀请，接受冰桶挑战，并倡导中心终端全球的所有员工进行爱心接力，共同来关注罕见病，关心罕见病患者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想要挑战的李烨、江南春、刘强东、庞文清，谢谢。曾总，赶紧吃一个万能的茶叶蛋补充体力。耶耶，茶叶蛋给力，给力给力给力，好。那个别排，咱排排排排。给力啊，给力啊。